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神。这是耶和华的夜，我相信今天晚上神的得胜是在我们中间。神应许我们，凡仰望他的必不至羞愧，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所以每一次我们为着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我们来仰望神，我们相信神他是得胜的主，他要做新事在我们中间。神奇妙的作为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这样子仰望神，先来赞美他，先来寻求他，再一次的让我们这个人充满了神的自己。因为当你充满神的自己的时候，你里面信心的灵就可以被提升，这样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知道就可以成就许多美好的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主我仰望你》。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磐石。今天晚上不论你带着任何的需要，不论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重担，好不好，让我们相信神，你在凡事上都掌权，凡事每一件事都在你的手里，所以我可以放心，我可以相信你，我要继续的来仰望你，继续的来跟随你。阿们阿们。如果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意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意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哦，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意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哦，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意象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
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主来说，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Oh,
神的自己，今天晚上就这样在神的同在当中，在至圣所里面，我们欢然歌唱，我们高兴，我们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哈利路亚！唯有神能够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高兴地跳了起来。所以我们要这样来赞美他，要这样来感谢我们的神。哦，沙巴索拉卡巴，哦西，当你越赞美你的灵，你越多的赞美，你的灵就一直一直一直的被提升。哈利路亚，西格利亚拉巴巴巴索，西格利亚纳玛萨特克。哦，我的灵，我的灵要来歌唱。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是耶拉玛，用我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哦，耶稣在你的同在里。哦，耶稣，耶稣，耶稣，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要这样来仰望你，主，我要这样来亲近你，来亲近我的神。哦，耶稣，耶稣，耶稣 ，Life is easy, sama so go la si te. Oh, shiri ala maso ti, na pasu ku, shiri ala so kai sa ti kri esu. Hallelujah. Oh, so ni si fi sama le, 我的救主。祝你掌权，祝你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说：“看哪，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主要在旷野开道路，主要在沙漠开江河，说的是在你的环境当中，也许你所生活的旷野没有资源，没有食物，没有人脉，你有缺乏，所以让你觉得有时候你好大的压力，你觉得有一些枯干，你没有路走。可是主应许他要为你开路，在你最枯干的时候，在沙漠里面，那个沙漠几乎要把你淹没，可是神要为我们开江河，神的活水要在我们的里面涌流。所以要相信神要做新事，他是一个做新事的神，所以不要怀疑，不要害怕。今天晚上当我们这样自由敬拜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你真的要拒绝一切负面消极的想法，你要在赞美敬拜当中一直的宣告，对，主你为我开道路，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我是健康的，我是有得着供应的，我有一个工作，我的儿女会回家，哦，我的身体可以得到医治，因为主啊，你是做新事的神。虽然医生说不行，虽然医生给我的报告很糟糕，虽然好像我面试都不顺利，可是主，我知道你可以。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子赞美，你满怀着极大的盼望，一直的赞美。圣经上说，你的口要被你的言语缠住，所以你要被那个祝福的话语给缠住，你要一直的宣告神的话语，那个平安的福分恩典就会临到你。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们用一点时间，你用祝福的话来祝福你的环境，你的儿女的丈夫，你的公婆，你的经济，你现在的困境，让我们先用祝福的话语来宣告，我们相信神啊，我所说的一定可以成就，你要照着我口里所说的来成就。神喜欢祝福我们，神不喜欢我们抱怨，所以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这样子来赞美神，神要来垂听。所以这个时候好不好，用一点时间，用你的口来赞美，来宣告神的应许。哈利路亚，那满满的祝福在赞美当中，哦，在宣告里面，哦，主这样临到你的儿女。哈利路亚，哦呀，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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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哥哥哥哥，是你的爸爸，是你的耶稣，耶稣，耶稣，你生命的活水，哦，生命的活水，就这样，这样临。领导你的儿女，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奉主的名来祷告，奉主的名来相信。哦，主啊，主啊，主啊，哦，主啊，我们赞美你那满意的江河。哦，耶拉苏克亚萨玛谢提。
是生命的泉源。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斯，奉主的名来祝福你的口，祝福你的口成为生命的泉源。哦，萨玛拉玛西里亚索口水，要专注在美善的事上。哈利路亚，专注在美善的事上。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玛斯勒肯。哦，耶稣，耶稣要赐福你，使你的口，使你的嘴有智慧。哈利路亚，使你的口释放恩言。哦，亚拉巴斯勒，你的口成为生命的泉源。哦，西格拉玛斯格亚拉玛索拉塞格，耶稣，耶稣，亚巴拉玛西里亚拉那负面的环境。哦，因着祝福的话语，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就带来极大的转化。奉耶稣的名，哦，沙巴沙巴拉巴西耶勒西，库拉巴沙巴亚巴巴巴巴西，阿苏库萨玛西耶勒，格拉苏库西里亚拉西，那个苏库里亚拉巴西，图苏库里亚拉巴萨达特，耶稣的。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奇妙，那撒图苏里亚拉萨达提，来菲苏拉拉玛西基亚卡，奥拉西里亚来菲提比，克鲁索科沙亚拉巴西里亚拉巴西，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恩典。耶稣的奇妙 ，Life is so lovely,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Life is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Oh, 耶稣，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相信神要使用你的口，成为生命的泉源，借着你的口，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当你的口发出祝福的话语，事就要这样成就。Amen, Amen。在祷告当中，我看见了一面高墙。挡在你的前面，这个高墙看起来是一个拦阻，好像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是一个拦阻，是一个困难，是一个挑战。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越不过，但是我却看见有一个人，他轻轻松松的就越过了。这个高墙没有成为他的阻碍，他轻轻松松的就越过，他的脚也没有碰到这个高墙。为什么啊？因为在这个人他跳跃之前，从他的身上他领受了神的膏油。今天晚上我感觉神就是这样鼓励你，摆在你前面的可能有一个高墙，一个挑战，你觉得你越不过，你很害怕，你的脚碰在其上，你就会跌倒，甚至有的时候 你就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往前，因为你光看那个墙，你就一直在想，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所以你一直停留在原地打转。什么使你可以越过？就是神的膏油。当神用他的恩膏膏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你可以跳过这个墙垣，是你借着神的力量，好像神的力量拖着你，神撑着你，让你就一下子就跳过去了。不论这个墙是什么，是仇敌的工作，是一个挑战，不论你的感受是如何，主说你可以跳得过去。当你更多的意识到我无法，可是神你能，我不能，可是你能，神啊，所以我就求你用你的膏油，
一直的高摩我，一直的高摩我。神啊，我需要你的同在，我需要你能力的恩高，主要让我可以越过这个高墙，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我不可能得胜，在人人看起来我会失败，我会跌倒，甚至有人在旁边等着看我的笑话。可是主，我知道当我领受那个膏油，我就轻轻松松的，不是靠我自己，乃是神的力量带我一跃而上，我就越过这个高大的城墙，我就过去了。这个围墙，这座墙，它不会成为我的障碍。当我跳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境界。所以好吧，这个时候让我们为自己祷告。如果有人你现在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所以有的人已经停止在现状，好多时候你都没有作为，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有的人只是害怕害怕害怕，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担心。可是我想你最大的需要是来到主的面前，呼求神的膏油，主啊，恩膏我，神的膏油膏在我的身上，在我敌人面前，主，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要这样帮助你，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相信神的祝福、恩典、得胜要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西利亚拉巴苏口塞耶。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得胜，来菲利亚塞菲利亚撒塔纳，用你的恩膏来膏抹你的儿女哟。拉萨提基西，拉萨苏提基比，苏利亚撒塔纳玛苏库西利亚耶拉玛塞特。拉卡苏里亚萨达拉比亚西里亚拉巴沙拉比亚拉巴沙拉拉，哦耶稣耶稣耶稣，是使你胜过高墙的神，耶稣是使你胜过一切高墙的神。哈利路亚，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情况里，每一个阶段，神都保守看过。哈利路亚，哦西里亚拉巴沙拉比亚拉巴沙拉拉，不要怀疑。哈利路亚，神眷顾你，是给你亚拉玛索，让神的膏油，让神的膏油，更多恩膏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只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只要这样全然仰望你的神。哦，耶稣，耶稣，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刚强。哦，亚拉巴撒拉，主啊，用你的恩膏。就用你的膏油来膏抹我们，撒玛索克，是给你忧愁，是给你的眼泪，除去一切的害怕，除去一切的害怕。哦，亚拉巴索里，亚拉巴索，拉卡巴索克，晒眼泪。耶稣，耶稣，主你为我们，耶稣，耶稣，耶稣没有推翻这个高墙，耶稣没有推翻这个高墙。这一次耶稣所要做的是要带领你跳跃这个高墙，所以你要相信神，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恩典高抹在你的身上。哦，撒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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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塞克库撒卡，哦，撒卡拉玛塞耶拉撒蒂拉撒托提斯基，克里斯库里亚撒玛西耶耶拉玛塞蒂，耶稣的同在。我的病的锁，耶稣要仰望你，主仰望你，仰望你，主仰望你的慈爱，仰望你丰盛的救恩。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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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多寻求你，主啊，要施恩给我们，施恩给我们，施恩哟，拉卡巴斯，库鲁鲁苏鲁鲁鲁鲁，亚拉巴巴巴巴巴，苏鲁拉卡巴巴巴巴斯，阿斯格里亚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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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耶稣耶
稣的同在，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恩典，耶稣。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奇妙，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主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神没有要推开这一个墙。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要推开这个墙，因为有时候我们意识到它是一个属灵的攻击，可是我感觉这一次神他没有要推开这个墙，好像这一次神要你自己经历到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一切在神的手中，神要把你好像是放在他的手掌心上，带领你一起越过，所以你不需要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好像很辛苦很用力的要做一点什么，不需要，你需要专注在一件事上，就是神的膏油，神的同在，要一直的定睛在主的身上，要信靠神，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奇妙。阿们，阿们。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们也来唱这首诗歌，讲到主的医治。主耶稣爱我们，他要医治我们，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我鼓励你写在旁边的聊天室上，我们在这里，在这个聊天室上，或者在这个祷告的时间，有很多人在这个时段，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聚集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可以在这个时刻把你的需要写在其中，让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持续的祷告。我在说这样的祷告不是只有今天，如果你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你会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常常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这些祷告事项都已经刻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集会有的时候，当然有的人因为时差的关系，你不容易同时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祷告，可是你要用信心来相信主真的与我们同在。我要这样祷告，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过去怎么样的医治病人，怎么样的释放人，今天耶稣仍然不改变。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就在我们中间。主说寻求的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主要给我们开门，恳切寻求的就必寻得见。所以神顾念我们。弟兄姐妹，你为什么知道主可以医治？你为什么有信心知道主一定会垂听祷告？我们凭借的就是耶稣的应许，还有耶稣的爱，耶稣向着我们的怜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祷告对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蛮空洞的，可是如果你知道，是我知道主一定会医治我，虽然那个时间不在我的手中，可是我相信我要紧紧地抓住神。弟兄姐妹，你一定会经历神的医治，所以不要害怕，让我们这样子继续的来信靠神，也不要害怕说我把我的需要写上去，人家会不会怎么看我，人家会不会怎么说我，会不会有人认识我。弟兄姐妹，不要想这么多，你有一个疾病的需要，你需要人们为你祷告，你不要一直的想到哦，好像 还担心面子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事情，不用，就写下来，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是求神睁眼而看，侧耳而听，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祷告事项，我们真的好难讲，因为我们已经泣不成声，我们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就像那天西西家王他所做的，当亚述王这样子的，好像这样子来攻击他们、戏虐他们、取笑他们、侮辱他们，还写书信来谩骂他们，西西家王没有办法，他只有把书信打开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神啊，神啊，求你睁眼而看，求你侧耳而听。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也是，不管你是你面对诉讼的问题，是疾病的问题，一些环境上的压力，有时候仇敌欺压我们，攻击我们，我们无力抵挡，可是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写在聊天室上，我们就打开在神的面前，我们对主说：主啊，主啊，求你睁眼而看，求你侧耳听，你看看仇敌怎么样的羞辱我们、攻击我们，主啊，难道你不顾念我们吗？我相信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知道主一定会顾念，就像他当时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就亲自的为他儿女征战，而且大大的征战得胜。今天晚上也是如此，所以你要有信心，要相信神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他可以行伟大的神迹在我们中间。 Amen Amen。 所以凭信心把你的需要写下来，神迹一定会发生，好吧？这时候让我们唱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要领受美好的神迹要发生在我们中间。阿们。耶稣，你宣告着的自由，耶稣，你触摸着的意志，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家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病里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耶稣，你宣告着的自由。耶稣，你触摸着的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家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病里没有任何能拯救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耶稣，耶稣，你宣告着的自由。耶稣，你触摸着的意志。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家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病里没有任何病痛羞愧。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耶稣，耶稣，你宣告着的自由。耶稣，你触摸着的意志，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家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病里没有任何。
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合意再来祷告，为着聊天室上所写下的各样的需要，哈利路亚，我们同心来祷告。同心之处是能力之处，哈利路亚，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要发命医治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要治好一切有病的人，奉主的名。哦，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我们就宣告你的话，主啊，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希克利亚拉巴巴巴巴巴的尤哥摩，希克利亚拉巴巴塞勒勒利亚卡，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破除一切的咒诅，耶稣的宝血，主啊，缠过一切的疾病，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哦，希克利亚拉巴巴巴巴的干嘛？奉主的名来斥责，斥责一切的疾病，一切压制的灵要离开你的儿女，一切攻击的灵，主啊，一切的搅乱，奉主的名都要离开你的儿女。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奉主的名，主啊，按手在聊天室上，主啊，为着聊天室上所写下来每一个需要，我们来呼求，奉主的名来宣告，主啊，赐着一切的癌细胞，我宣告一切的癌细胞都要离开，奉主的名，一切的癌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主，我们宣告，主，那淋巴癌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淋巴癌要得医治，主，那个脑癌要得医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脑水肿要退去，克西利亚拉巴舒克拉嘎巴舒克拉嘎巴塞，奉耶稣的名，主，乳癌要得医治，乳癌复发要得医治，奉主的名来祷告。西里里里亚拉巴巴巴拉嘎巴尤哥摩西里亚拉巴塞勒勒里亚嘎巴，大肠癌得医治，奉主的名，主啊，那个肝癌、肺癌，主啊，那个胃癌，奉主的名都要得医治。克罗西里亚拉巴塞勒勒里亚嘎巴，那个胆息肉，主啊，要消失，主啊，主啊，赞美你，主啊，胆的肿瘤要消失。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西格利亚，所有主啊，在你儿女身上那些结节、肿块、息肉、肌瘤，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来宣告要消失，主你按手在其中，奉主的名，哈利路亚，我宣告医治，宣告平安，宣告医治，宣告平安，叩西格利亚拉巴巴巴巴巴的尤克波舍勒勒利亚嘎巴塞，主啊，主啊，不明原因的晕眩要得医治，克勒勒利亚拉巴巴巴。要把那个耳鼻喉的问题，奉耶稣的名，眼睛的肿瘤就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来医治所有的青光眼白内障，主要视神经病变，主要黄斑部病变，奉耶稣的名，主啊，主求你医治，主啊医治，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角膜肿胀，奉主的名得医治。哦，西格里里里里亚拉巴巴巴巴的尤嘎巴宣那个鼻窦炎得医治，哈利路亚，西格里里亚拉巴巴巴的尤嘎巴西里亚拉巴巴塞勒勒，哦，主啊，耳咽管的问题要得医治，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的血管瘤得医治，哦，西格里亚的尤嘎巴西里亚拉巴塞，主啊，赞美你，主啊，胰脏癌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主的名，赞美主，甲状腺的肿块就要得医治，哈利路亚，甲状腺癌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宣告你的得胜，宣告平安就在你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所有邪异的疾病要得医治，哈利路亚，主啊，所有颈椎、胸椎、腰椎的问题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颈椎钙化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转到脊椎板突出要得医治，奉主的名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样式，奉耶稣的名来
有个妈妈的有个妈训练所有不良的鱼食奉主的名得一致，那个关节的问题奉主的名得一致，给你的妈妈的有个妈训练的那个妈妈是给你的妈妈训练的那个糖尿病要得一致，就那个高血压要得一致，哈利路亚，是给你的妈中风要起来行走奉主的名，主要中风要起来行走，主要失智症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来祷告，那恐慌症得医治，主要焦虑症得医治，所有精神观念症得医治，主要失眠障碍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主你掌权，主你掌权，哦，叙利亚拉巴巴巴的尤伽巴，叙利亚拉巴塞雷利亚拉巴塞雷雷，主要所有孩童不愿意上学的问题，主啊，我们赞美你，奉主的名。奉主名宣告一个转化，主在你孩子的身上，主啊主啊，赞美让学生可以愿意去上学，奉主的名，奉主的名释放家长的心，哦主啊主啊，我们就这样来祷告，哦呀爸爸爸爸爸的有个爸爸的有个我训练了妈妈的有个爸爸的有个爸爸，所有诉讼的问题，主我们宣告，主啊你是最伟大的法官，主啊有一个公平的判决，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为着每一个诉讼案，我们来祷告，来宣告得胜，宣告耶稣的得胜在你儿女的身上。主啊，不管是打经济、打侵权的问题，奉耶稣的名，我们相信耶稣。耶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主，也为着这些需要工作的人，奉耶稣的名，你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最适合的工作，就要把人的恩惠、把神的恩惠赐给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为着买房、卖房的事，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你为你的儿女预备一个最好的买主。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自己来引导你的孩子，在这样买卖的事上，奉耶稣的名。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祝福，哦，主啊，主啊，我们就这样来信靠。哦，西格里里里亚拉巴，西格里亚拉巴巴巴巴的尤格波，西里亚拉里亚嘎巴，西里里里亚拉拉里亚嘎巴巴巴里亚嘎巴塞。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西格里里里亚拉巴，释放一切的压力，离开你儿女的身上。哦，主啊，那个职场的伤害，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主啊，释放，释放你的儿女。西格里里里亚拉巴巴巴塞嘞。哦，主啊，主啊，那个嘛，是滴滴滴滴，阿拉巴巴巴的，又高高高高高些嘞，奉主的名来祝福恢复的家庭的关系。哦，主啊，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啊，安守在每个家庭上面。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滴滴滴，来医治家庭的问题。哦，是滴滴，阿拉巴巴巴，夫妻的问题，主啊，婆媳的关系，主啊，主啊，亲子的关系。哦，是滴滴滴，阿拉巴巴巴，都高高高高些滴滴滴。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可惜格里亚拉巴，许格里亚拉巴塞的呢。主，我们赞美你，主赞美你，主赞美你，为了世上的我们也祷告。主，让迷失的羊都可以回到父的家。主，再一次的重新过一个教会生活。哦，亚拉巴西克，滴滴滴滴滴，亚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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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嘎巴修罗罗罗，亚嘎巴塞。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你是家庭的主，你是教会的主，主，你是你儿女身上的主。主，我们就这样来相信你在凡事上掌权。谢谢主，谢谢主。哦，西滴滴滴，亚拉巴巴巴巴，苏克西滴，亚拉巴塞的呢。哦，是呀，那么苏克西呀，那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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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古拉嘎巴苏里里里里里呀，那巴巴巴巴巴苏里里里呀，那巴巴巴巴巴巴巴塞，古拉嘎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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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就是这样充满信心。主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就将所有的荣耀来归给神。主，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越祷告，主，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越坚定，我们就越多的相信，主啊，你要照着你所应许的来成就。
主，我们赞美你，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你应许我们失丧的你要寻找，被逐的你要领回，受伤的你要缠过，有病的你要医治。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主，你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啊，你是医治各样的病症，而且主，你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使我们也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就领受，我们就领受你的恩典，领受这样的福分权柄。我们要活在神的祝福恩典里面，所以神的儿女不要害怕，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要知道我们有满满的福气，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如同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也是这样连结在主的身上。所以耶稣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不害怕，不论遇到任何的事，不论现在的情况如何，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相信。要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说的是你要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要相信神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个意思是神要赏赐那些一直一直一直的寻求他，没有放弃寻求他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相信神的存在，而且我们一直一直的寻求神，神就要把这样的丰盛恩典祝福应许要成就在我们身上。阿们，阿们。所以最后我们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对主说，主啊，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愿意每一天我的生活像枝子一样连结在葡萄树上，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住在你的里面。阿们。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常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是你爱的绝